快拖节奏吧。两个人。应该还有个空姐的技巧。可以找到了，打一刀。不会有人救的，直接走了。这个提血师认真玩手机，他的儿子在大王的修，闪现早点用。嘘，三级拆板，跑不掉。六 VIP， 他儿子的修炼期。哎呦，他亏了呀！这枪是这波血亏。哎呀，他进技校我就很烦了，挂了白挂。等他出来，再挂一次。现在两个人会救他，不着急拍照，我拍照的话这个人就没了，死了。哎呦，可以。
他的修炼机，那好，直接锤。等你早点救了，门给打开了，赶出去吧，不出去了。如果我们能找到先知的话，啊，投了，可以。我又找不到，他干嘛要投呀？哎，因为手机转 PC 了吧？手机那边拍的很慢，现在 PC 拍的快了，反过来了。找到附近的这个耳鸣了。哎，乌鸦飞了，等一下，中个脸。这他妈就很尴尬了。这边应该两个人修一台，香水用了一瓶。我猜他往左边走。该在左边。在吗？没找着。不好抽刀，哎，可以找到儿子了。还行，可
快点没枪了。看能不能欧皇斩。哦，好像不需要哦。等会儿，他俩点，他俩点了，我就输了。实时的迹象呢？哎呀，头疼，还是个点啊！看来这边在失常啊，我带传送闪现全都打输了。僵尸死，只要他死了就行了。僵尸，给个机会。哎，僵尸。哎，你们都不开门。哎，看不动了吧？看不动了是不是？这就非常完美了。哎呦，卡住卡住 ，nice。哇、哦，吓死我了！我操。给这边抓一个，看是谁。等会儿，速修吗？没有，跑了。谁呀？他还听见，把人丢下来的瞬间跑了。
可以，回来。带着怀表当硬仗，没有加速，直接锤。他妈怕你不成？哎，这局节奏爽！继续当保姆。哎，不当了，他知道再当保姆要完了。在这边等一下，骗个怀表都行。哎呦，被偷了，没注意。先拍照，不着急。哎，他在镜像里面很烦，挂了要重新挂。好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一个人在修，两个人都在修，那走。在这边玩手机，鸡也吃。一刀斩哎！晕过来了。别点！杰斯应该自救了。
现在在用儿子开门。我不急，我先挂人。哎呦！哎呦，尴尬！让他救了。打得开吗你？还是一如既往的肥呀、啊。给个紫色总够意思吧，可以了。孔姐和谁和调香师飞过去吧，没有调香师。哎呦，没开着。用不用桥？装盲女啊，找到了。开始几句啊，跳大爷。还有一台完整呢。
哎，倒在椅子下面 ，nice。喂，现在亏了呀。没修完呢，这逗我呢，没修完。哎，那无所谓。啊！看不着，直接错了。确实，没有，这边必须缺金像，因为有个人在这边。如果我没看见先知的话，说不定就不缺了。然后这边结实一刀，打两刀吧，让他加血去。钢铁啥意思？交枪了，硬吃吧。真的没打着，亏死！
这个儿子啊，打掉儿子就算了，爆点都没有爆，天哪，他在技巧里面。他有鸟，让他走。这边他只能浇香水了，没板子。喂，差点让他进去了，他进去要拖我好久时间了。注意空姐就行了。哎，坑队友，这坑的 nice。两台，不着急，有一台完好的。这个拼机是不就？我姐没吃玉了，让空姐倒地吧。这边傀儡修完了，又没炸点，干嘛去了？先吃。应该没鸟了，还有一块板子。没加速，再翻就死。
又没炸点，这个结石迷得很哦。哦，炸了！没说怎么没炸点？我换闸。哦，这里的人。 哇哦，开局看见结石了，他突然点就在这个站上面，我的天！打个受伤，开个技能，开个修炼机。哦，那个不是。 错，那个是空姐。那这个是谁啊？那我坐车干嘛？结石。先不打了，先不打了。 等技能结束他就死了，考虑一下呀。空姐应该在附近啊。 我放胆，爽哎！啊！ 两个人都在对面啊，乌鸦回国，调完兽魔术师，一个在修，不救了吗？还在修炼机，那结石已挂死了，直接死。他来了，再殴一把，再让我殴一局。 没事，还有一次机会。 给力啊！有了。等一下，这是开车了吗？又来了。来，给个机会。哦，哇，爽死了！ 好，赢了！魔术师没治愈了，调完师一挂，应该游戏结束了。这边等一会儿。
小木屋的开局就修好了。往里躲着了，看他有没有在修电机哦。如果他在修的话，修没有。没加速，他带了怀表。他失误了。不要，再打一刀，这边应该是盲女了。往里呢？我也被救了，还要救一波镜像。还要空姐自己救镜像去了。哎，这欧的。
都没得修哦，那派团造吧，空姐回来救。来等一个瘟荒斩，这干嘛呀？王女，接着修，好了，他大意了。这么玩板子，完了！我他妈刀没冲出去啊！还他妈玩！叶师傅的刀全都是蓄意刀，不像小丑直接打去了。他们现在砸板都喜欢这跑一段距离，然后再返回来再砸一下，好有意思哦。救不到啊！修得完吗你？修！我操！确实。那啥，老眼花了。结石在那边修完了，赶过去看看，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起修了。
看他找我在追。家伙挂了，不然他能行动，他能修电机。这个家伙出来！还有手机嘞，妈耶！他们派魔术师来救了，有可能两个人来救。在哪呢？不救了。那我赶一个末班车吧。阳台在修，我先拍照，然后我再过去。好了，过去看看。佣兵。是个假的，佣兵不救人，他派魔术师来了，救得着啊你？哎呀，惨的哟！哎呦，可以。